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6月27号星期四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双鱼座的朋友。我们透过非常规律的作息呢，可以让身体更健康。摩羯座的朋友跟同事之间的相处和谐融洽，大家可以互相支援。狮子座的朋友最近刚展开的恋情，有机会更进一步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，天秤座的朋友最近买东西真的买太多了，会有一些手头吃紧的情况。处女座的朋友在妯娌或者是亲戚之间，可能会有一些口角纷争出现。这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橘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黑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绿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咖啡色。